今天要完成不出业绩来，这老板就说不用我了，这可不行。哎呀！喂，你哪位啊？喂。你好，我是东哥哥现在公司的项目经理，想问一下你现在需不需要贷款啊？贷款啊，需要，我需要24亿。啊？啊，你需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？我想买个飞机上天上打鸟不行啊？啊，可以可以，但是在我们公司贷款需要财产抵押，你有财产吗？哎呀，财产啊，我跟你说，我有600套房子，然后啊1000套别墅，我的钱有的是，这算够不够啊？啊，够了够了。那请问你这些财产都在哪嘞？在广告纸上，要是不够的话我得去给你找。哎呦我的妈！切，请你瞎啰啰。指定是有点毛病。喂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妈妈去哪儿工作组的工作人员。你恭喜你中了我们节目里边的大奖。中奖了？你是哪儿的？啊，你好，我是妈妈去哪儿节目组的工作人员，恭喜您中了一台苹果32。哪个地方呢？妈妈去哪儿。哎，好儿子。听你大骗子忽悠了一天到晚的。我今天我就真不相信了，我这都2个招了都骗不着你啊。第3个套路我就不信了。我喂，你是谁啊？喂，你好啊，我现在继承了我伯父的财产，一共32亿。你给我2000块钱，我飞到你那边去，我把财产分你一半呢。啊，你这些东西哪跟哪儿子分？我跟你说吧，其实我吧是无赚钱儿。是无赚钱儿。其实话，给我留下了苍生不老药，并且我继承了他的财产，3000亿的黄金呢，还有他的兵马俑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啊正在山西呢。怎么样，你给我打过2000块钱来就行，我去找你，见到你以后啊，我封你做个太子爷，怎么样？啊，你想如何呀？还太子爷？我怕你封我做个太监，指定是有点毛病。我就不信了，这最后一个套路我也套路不住你啊，真是。急死的。喂喂，你好，我是阳光董哥保险公司的保险专员，请问您平时出行都需要什么交通工具呢？哎呀，我坐的是哪呀？你指定是有点毛病。哎，完了完了，这会儿啊也不用干了，我看我指定也是有点毛病了。